下雨天吃锅最优，如果还能配个烤肉，那便是完美的一餐。既然要吃，我烤两吃，那就来小时候的回忆。可丽亚，高雄和平店。以前家族聚餐、生日庆生，可丽亚便是首选。不过说真的，完全没有深刻味蕾记忆，只记得是吃到饱，可以吃很撑。如今改造营业模式的可丽亚诞生了，希望新的品牌印象及理念能传递下去。现在的消费模式改变成单点与套餐式，所有菜盘、火锅料盘、海鲜全部单点，饮料区合，冰淇淋维持无限量吃到饱，冰淇淋的选项多达12种口味。套餐有很多优惠活动，而这次的噱头是超霸气30+肉肉山，刚好可以给我补身体，保持着圆滚滚的体重。哪里？顶级牛培根、大理石双酱牛、严选台湾五花猪、丹麦梅花猪，4种肉品，要烤货煮火锅都可以，真是吃肉吃饱吃满。30+有够浮夸，5-6个人很够吃，比单点6盎司的肉盘还划算。给喜欢拍照替朋友，这肉瀑布真的很烧底片。我们人多爱吃烤肉，那火锅就只拿比较精致，预想吃的来煮。白盘30元，橘盘60元，红盘100元，菜盘50元，小菜50元，价格清楚。我个人觉得泡菜、排骨酥、土城鱼色、花枝姜好吃，海鲜综合盘有大透、抽鲑鱼、九孔蛤蜊和无尾虾，还算蛮澎湃的组合。爆炒后的石头火锅汤底还可以，自己加料自己煮，怎么可能会不好吃呢？用餐环境舒适，气氛悠闲，座位宽敞，服务亲切，会常询桌问需不需要换烤纸或加汤，担心烤肉喷油，还有一次性的围兜都可穿。每日限量的松板猪肉燥饭，可点一碗大家一起分享，还不错吃，推荐给跟我一样想延续回忆的老人，或许也可以让想创造新回忆的年轻人来尝尝这老店新风格。